两个人想法不一样该怎么办呢？像静翔，你说你是一个很省电的人，对，但是道远是一个浪费大户。没错，因为道远非常大只，所以他非常的怕热，所以他在夏天的时候无时无刻都一定要开冷气，他没有待在冷气房他受不了。所以我每次看到那个电费账单的时候，我真的都快吐血了。所以我就是听人家讲说什么，如果你把空间用冷气把它吹凉之后，你把冷气转成除湿，你可以省电，然后你的空间温度又会更低一点。因为你开成除湿的话，你的空间湿度，因为你是用成除湿的效果，所以除湿的话就会让你的空间湿度下降，那你的体感温度就会再降低几度。所以我都会跟他讲说，哎，那我们把它转成除湿，这样就会比较省电一点。然后他就会乖乖的听我的话，就把它转成除湿。可是我常常就会很受不了他，因为夏天开冷气就算了，对，冬天他又穿的特别少，他都穿一件背心吊嘎，然后加四角裤在那里走来走去，然后就跟我说，老婆好冷哦，好冷哦，我们来开暖气好不好。我就说你穿这么少，然后你又要开暖气，这样不是很浪费电吗？你可不可以就是加个外套加个衣服？然后我甚至会跟他讲说，来，我帮你把那个被窝里面用吹风机吹暖了，然后你赶快钻进去，这样子就会很舒服，你就可以好好的睡觉。不然他就会盖着被子然后一直在那里抖，老婆好冷哦，我们来开暖气好不好。而且我发现真的用吹风机吹那个被子里面，这一招真的非常的有效果，哎，真的可以就是让你的身体非常的暖，然后你就可以很舒服的睡觉。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还蛮推荐的，就是大家可以买那种一级能源的省电的家电。像我就是很坚持一定要买瓦斯型的烘衣机，因为有一些烘衣机是吃电的，但吃电的又浪费电，然后有些人都会说烘衣服烘不干，那我就是专门买瓦斯型的烘衣机，它很省电，然后重点是它不是吃电，它是吃瓦斯的。你滚一桶烘一桶衣服完啊，那个瓦斯的度数跑超级慢的哦。像我在烘衣服的时候，我去看，我专门去看那个，我就站在那个瓦斯度数前面去看，那个比如说跑到五，它就五，然后一直不会往上升。你大概烘完一桶，大概只跑到六而已。然后到远去洗热水澡的时候，我就又跑去看那个瓦斯的度数，那个瓦斯度数它在洗澡的时候是五六七八九这样跳，哎，所以用那个瓦斯型烘衣机真的是非常的省电又省瓦斯。OK， 好，所以瓦斯型的这个家电是一个省电选择哈。韩竹，你家的电费夏天三位数啊？你有住在家里吗？我最高纪录呢，我曾经夏天哦两个月的电费才500多块，哇！导致呢，现不是都会有节电奖励吗？对，我有一次真的太热，不小心有时候多开点冷气。到800多块，然后我还想说，哈，觉得好惭愧，因为我500多块我已经没有办法让下一集的电费更省了，就是，但是我其实一些重点，我自己觉得啦，可能有效的地方是在于，首先我冷气也不可能开过夜，我一定是开凉了之后，就开了冷气，让室内空间变凉了之后，再用循环扇去吹，然后你用了循环扇之后，整个室内的那个冷空气就会一直循环，就跟开冷气的效果没什么两样，所以我觉得这招一定要学起来。另外还有就是。我自己只要出门啊，我除了冰箱的电插座我不会拔掉之外，其他的电器的插座我都会拔掉，特别是要出远门4-5天以上。那最明显的就是在那个热水器，家里大家不是都会有那个一压热水就会出来热水器吗？我只要喝完热水，用完我要的热水，我出门的时候我就把插头拔掉，让它变成冷的。等我下次要再喝热水的时候，我重新加热。因为你想想看哦，我们一天一两天才会喝一次热水，比方说要泡咖啡啊，或是泡什么茶之类的。但是你如果一直让它在那个加热保温的状态，它的电就一直耗，一直耗，一直耗。所以我宁可我用完一次热水之后，我把它变成冷的。我下次要喝的时候，其实一下子大概不到3分钟，热水器就让你加热，就热好了。等要喝热水的时候再加热，这是我的一些小 撇步 啦。OK， 好，其实一些小小的地方就省很多哎。对啊，对啊，500多块。省电，听说小白这一块你可以参与了。我有一个那叫没有暖炉，因为现在很冷，没有暖炉，对，它就没有烧暖炉。这几年好流行啊。对对对，然后它因为我们之前我是插那种插电的暖炉，可是它可能。就没有办法让你整间房间都很暖，可是我用没有暖炉之后，它可以让你整个房间都很暖，以外它上面还可以让你煮火锅或是煮开水，然后你可以烤地瓜，你隔天起来之后就可以吃地瓜，就有个早餐。然后因为像吹暖气还可以烤地瓜，对，当然有个缺点是它又没有酸那个烧的嘛，所以
会小臭，不会很臭，是很贵一点点，对，那台机器很贵。他看我们就是油价现在多少，然后他就不每次不一样，像去年买可能900多，然后今年买一罐也要1000多块，对，然后你一个冬天可能就烧个4罐5罐左右，这是我觉得可以有一点小节省的地方。然后因为我刚刚讲像我一个人住嘛，然后家里没有人，所以我回家觉得会很无聊，会有点可怕，所以我回家就是会把电视打开，一直那 run 就跟没在看，就一直有人在讲话就对了，對。然后睡觉也打开着，然后到隔天出门之后再把它关掉。哇，冷气我会开很冷，然后盖很厚的被子。你开始怎么样这样？你明明已经冷，你还开那么冷干嘛？因为就会觉得很舒服啊。对啊，冰冰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就盖开很冷，然后盖厚棉被就哇。超舒服的。OK， 好，今天都是你自己讲，我们没有强迫。英如，他有一些我们刚刚讨论这些节电的方式，你觉得如何？你自己的小 paper 是什么？我其实觉得刚才那个说到冷气，韩族有一个很不错的，就是循环扇这件事情。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直接冷气出风口在这，你直接对着它吹，它可以把我们的冷气打散，所以我们会比较快的觉得整间房间都是冷的。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像刚才说的那个电热水瓶，其实像韩族如果使用的很少的话，其实确实就把它拔掉，但有些人家是可能一下要泡牛奶要泡茶，倒是有一招不错，就是它有一个叫做有点像是电脑一样，它可以休眠，它有那个睡眠装置，或者就是暂时关机的装置，几乎现在尤其日系品牌的都有，还可以选要几个小时，比如说我今天上班是7个小时，我出门就按7小时，7个小时它就不会持续加热，它就暂时休息，然后7个小时后再继续热到你要的那个温度，所以那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不然其实那电热水瓶看起来小小一个，它其实是家里的吃电的前3名，以它的体积跟它的使用来讲，它其实非常好，因为它怪兽，对，吃电小怪兽，因为它等于是一直在加热，它才能够维持在98这样的一个高温，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多利用这个功能性，其实就让它暂时的休，或者你要离开2-3小时，甚至也可以按个3小时，让它暂时就不要再加热，其实都可以从这些小地方着手。好，静香问一下，你这个省电很棒，但是对水。你觉得蛮难的，省水很难吗？对，水真的对我好难哦，因为我非常重视碗盘跟杯子的清洁，因为我曾经有过那个水壶，我没有把它泡泡冲干净，结果我就去装水喝，就我那一天非常的不舒服，很像是那种那个什么清洁剂中毒的感觉，我就是把那些泡泡吃进去，我就是胃很不舒服，然后头晕想吐的那种感觉，所以从那一次之后我真的有吓到，所以我每次在清洁碗盘跟杯子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洗得非常非常的干净，我才愿意放过那个碗盘。所以你在洗的时候，你等于水就是要一直漏一直漏，像道元洗碗他都会很愿意帮我洗碗，他就是心好男人嘛，可是他洗碗的速度都快到让我觉得说你到底有洗干净吗？所以他每次洗完我会再去摸一次，我只要觉得油油的没有洗干净，我会再重复洗一次，所以等于他洗一次我又要再洗一次，那个水量就是 double 的用量。那像我自己洗碗他没有洗过，我自己洗的话我也一定要洗到那个咯吱咯吱咯吱的那个声音，我才甘愿放过那个碗盘，所以通常他洗10分钟我大概要洗20分钟，然后那个水量就是一直漏啊，因为你在洗碗的时候你不可能就在那里开开关关开开关关，这个听起来好像真的很难避免哈。对，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小白你怎么浪费水的。我浪费水是那时候我刚洁癖刚开始的时候比较严重，因为那时候我严重洁癖嘛，所以我可能我洗澡可能一整天要洗4到5个小时都在用水，因为我等一下洗4到5个小时对啊，因为我一天也才20小时，你现在拍沐浴乳广告吗？因为我就可能洗完一次之后我就出去之后我被可能被风吹到，因为我家厕所到进去是有一段小路，然后就可能被风吹到，你家是怎样300平哦，然后可能被风吹到，我就想说完了脏掉，我就再进去再洗一次，然后可能出来，然后那种有水滴嘛，那种水汽水滴到我，我就哇又脏掉，我就再进去洗一次，就一直来回一直来回，其实这样也很累，所以我听了都很累了，所以我那时候蛮浪费水，我觉得这样很浪费，因为可是我后来就去看医生，慢慢看慢慢看，然后就把自己养好。那我现在强迫症啊，是强迫症，然后但我现在有一些省水的方法，就是我会把。就是我们不是开水洗澡的时候会有一些冷水吗？对，那个我就把它储水储下来，然后拿去浇花，然后还有厨师我听得很感动哎，省极多到现在终于做电影，哇！还有厨师机的水，我会把它倒起来，然后拿去浇花。然后你刚刚的碗盘，我有方法，
因为我们用那个清洁剂啊，你会觉得怕冲不干净嘛、啊。有一种东西叫什么茶粉的，茶籽粉、就是，对，茶籽粉、嗯，你那个没冲干净，你吃掉也没有关系。哦，吃掉也没关系，所以不会不舒服。对，因为它是洗碗巾是吃，它是天然的，哦、对， okay. 所以那个而且洗得超干净，介绍给你用。研究一下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洗衣服呢？洗衣服的话，我就是必须要分开洗，嗯、就上衣、上部、上衣服部分是洗一次，然后裤子的部分是洗一次，然后袜子也是洗一次，然后贴身、啊、这是要分开哦。对，要分开，然后贴身我就用手洗，哦、但我会两天洗一次，就是两天之后再洗一次这样子。OK， 好，洗衣服要省水，有办法吗？其实洗衣服要省水相对比较难，因为其实洗衣机的东西它不耗电，它是耗水。是，但是大家其实现在可以用一个，就是尽量把衣服累积到大概六七分满在一起洗，因为它一次用的电不会差太多，但是水量其实一次多跟那个量衣服量多少，其实水其实用不差异不会到那么大，所以宁愿多累积一点点再洗，其实相对的会比较省水。单身行不行？有官方的 YouTube 频道，请记得搜寻东风卫视，而且扫描我们下面的 QR code， 同时按下订阅钮，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影片了。还有，我们有很多独家的好康网络影片，只在这个频道独家播放哦。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吧。